上帝话记载伫马太福音26章，马太福音26章，咱要对第6节来看到30节，啊，要搁对26节，差不多到26节看到30节。马太福音26章，对第6节来看到30节。耶稣伫伯大尼泰戈西门的厝，有妇人人带玉盘，内面洗极贵气的香油，就问伊。当伊坐到的时，饼伫伊头壳顶。学生看了就气，讲：安尼破费有啥物路用？因为这个油会卖济济文，来予送羊人。耶稣在就甲因讲：恁啥事刁难这个妇人人啊？因为伊所行来款待我是好事，因为常常有送羊人甲恁伫地，但是我无常常甲恁伫地。因为伊倒这个油伫我的身躯，就是陪伴我排葬来行的。我实在甲恁讲，普天的无论什么所在，传这个福音，也要讲起这个妇人人所行来纪念伊。咱搁来对26节，26节来看到30节。26节，因在食的时，耶稣提饼，祝谢八块，分予学生讲：“你食，这个是我的身躯。”佮旁边祝谢予因讲：“恁拢着啉伊，因为这个是我的血，就是永远的血，为着一个人来流出的，地够多得着赦免。但是我予恁。”是我甲恁讲，但了后我无阁啉这个葡萄汁。听候迄日，我甲恁啉迄个新伫我的爸的国，已经啉死就出去去甘呐山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上帝祝福咱所读伊的话。即时来请。